今天突然下起大雨，接个电话啊，你快快的吧，手不要乱动，不会走的，就要别念。哎呀，喂，你有事吗？我正忙着呢。你忙着陪前任的时候，想过发高烧住院的我吗？你早干嘛去了，姑娘？我都想骂你几句了。不要哭，我的亲爱的人，我最好的玩伴是同事的眼神，只经过去转弯，我们最终都会相见。在城市的风和快敲出，在夕阳西下时